题，再不我们就是要打这个前片的这个雪纺的这个雪纺纱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跟我们裙身这个领子弧线这里还有这里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把前片的整个板扩下来之后再进行一点点的变化，只是它比我们前面的这个裙长要稍微长一点。长多少呢？你看它是一个斜边的啊，这边短一些，这边长一些。短的这边呢距离我们的裙边是8厘米，长的这边呢距离裙边是16厘米，并且它比我们裙子看到没要宽一些。宽多少呢？一边给它放出去10厘米，所以这个还是相对非常简单的这个板，只要前片打好了，然后在前面的基础上来打它也是很快的啊。最后呢，我们就剩下袖子的板了。袖子呢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短的一片袖啊。这个袖子呢，它是一个泡泡袖，但是你也可以不打泡泡袖，根据个人的喜好。大家去看我的这个板，如果是从这个袖顶点向上2厘米的做的一个袖弧线，这个就是泡泡袖的。下面的这个呢，就是不做泡泡袖的。包括袖山高，然后袖肥是多少，标注的非常的清楚，大家就可以根据我图上的这个板啊，去1:1的把这个袖子做出来。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对小韶今天讲的这个前片啊，哪些地方存在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以后会一一的给大家回复，一定记得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哦。感谢大家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